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华信证券投顾大师当冲大师兄孙武仲，短冲期现货的专家。今天是2021年7月2号星期五，很高兴的在这里为大家解盘。我想昨天带领大家做二线塑化股华夏涨停卖掉，今天呢洗盘，当然今天开高又往下，但是我们落袋为安。那我今天再带领大家做一档二线电子股，今天杀传产，我们做电子涨停了，但是我也是在涨停前一档获利了结，当冲七月一号七月二号天天胜，不止看过股票机会嘛，是啊，机会的连胜，延续六月连胜，我七月一号胜，今天七月二号又胜，常胜将军赵子龙啊，好嘞不？这就是老师在操盘，真实操作，老师在操盘的功夫，看到不？我下早了资料下课了，尾盘当在台盘一涨停射起来。等我没掉啊，明天要起高无关呢。那华夏赶快啦，昨天我已经当冲掉啊，今天早上看涨没关啊，杀下来跟我没关。但是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今天的盘会这样子做。我相信啊，你也会早听我伫华视的连线，啊是你看我伫三立财经台盘中的连线，我都甲大家讲，这叫震荡洗盘，我怎么甲你讲？这叫多空双杀盘。杀什么？杀融资，我昨天就跟你讲，在杀融资。那昨天什么最多？塑化股的融资增加，华夏都跟你说了，看到不？所以我怎样我都卖掉。我今仔金资金呢转战，看到不？啊，看到不？台办啊，让大家来做航运股啊。大家在做塑化股啊，大家在做钢铁股啊，资金拢伫遐，钢铁啊、航运啊，我怎好甲你讲？逢低开始布局电子股，我看到叫冲啊，涨停啊，射啦，下人高阿币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功夫，这个就是美感。我来改一支1718的中仙，你有看到无？整理完涨突破，今仔啥？你看到涨无融资增加，所以今仔来挑工洗融资啊，洗融资倒来低点要让你啥？要让你买啊？是要让你买？要让你买？所以你就注意啊，我跟你讲，爆大量之后，一般还会再一个高点。当然传产股还没死啦，不是说啊，老师给他抬掉什么传产股，从此一去不回头，没那么快。资金的转换它需要时间，筹码的转换需要时间。我比如讲啦，你也是大户啦，你手头一万张啦，你今仔卖了未？卖了，你等下分几啊天，分一礼拜，分两万礼拜，你也几万张啦，一万张，是不是安尼？你一天卖一千张，卖十天。是不是这样？你也怕把它一万再次掉下来就跌停锁死了，你也卖不掉啊！你也希望卖个好价格，将心比心嘛，是不是呢？我这里是大号，你把将心比心，你想要卖一个好价钱，所以一定是拉高出货，拉高卖下来，它再接回来，那筹码越来越少，拉高卖下来再接回来，只是我卖可能卖两千张，下来买一千张，所以你才会看量那么大。要是低档都没有接回来就跌停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塑化股今天这样杀有没有跌停？没有。但是高档他就卖嘛。啊，你有了解不？你有了解这个操盘的手法跟手路不？你都没晓，老师这样跟你讲，老师是专家。那洗下来了以后，明仔开盘跟你扭一泡啊，啊扭一泡，你搁挡袂掉，你搁弱了，一个逢高卖，这个叫拉高出货，卖完下来再买回，伊的价差，伊的成本愈来愈低，手头的股票愈来愈少，手上的股票越来越少，价差它的成本就越来越低，这样懂了吗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法，
那为什么这里我要特别讲这个？因为现在开始进入了洗融资了。我昨天就跟大家讲，那怎么去操作？这样你要懂，你才会操作过三关的绝招嘛。当冲大师兄跟你讲，当冲每日的强势主流啊，涨主流是啥？塑化二线，今天主流是啥？二线电子股啊，傲高。你看得到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其中的美感吗？隔日冲，当你洗筹码了，咱安定，咱就甲低阶倒，慢慢啊，甲逢低甲低阶倒来，过工扭起来，后日扭起来，咱就来甲卖掉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是不是安尼做？啊，过三关也是第一个红 K， 后面筹码很安定，锁码的我们就给它跳空，再跳空，再跳空。那最近不容易嘛？你啊，三月份看老师在做，大家嘛过三关，大家嘛在唱歌就歌语，新起来白白过三关。但这适合啥？这的 C 盘适合啥？当冲跟隔日冲。那当冲就是什么？最强势的股票，嘣嘣卖掉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隔日冲诶，拉回。像塑化今天拉回到低档，我们就买，但我没有买到最低点啊，那么就搞啦。但是我拉回来，哎，平盘之下逢低，在附近那里切回来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来回价差就10%去啊，5%至10%去啊。明仔你会看，人够人要去，够人要做啦，这叫拉高出货，他不会一次就做完，像航运股一样，他杀一杀又拉上去，为什么？筹码太多了嘛，不会一天卖完呐、啊，所以你卖光了，刚的 get 手不要紧，没那么快啊。它在转换要过程，所以你会看到，哎、欸，台积电还是不动啊，现在是跌了4-5块，但是什么有昨天就有二线的电子股出来，今天又出来，啊，看好不？那贵山关呢，破零五幺的，刚我有几台。那隔日冲呢，我就是它逢低布局隔日看。格子过三关的行情好的时候，行情好的时候一路要喷出的时候，主升段那就蹦蹦蹦，一根甲探三支啊！啊，最近过三关它拍走，我跟你报告。但是我当初隔日冲做了足水，有影无？你有看到无？我涨走华夏，今仔走台办，啊，有看到无？这就是功夫。那今仔盘解给恁听。今天大盘没有过17863，所以啥？就给你洗盘，台积电横盘洗，洗筹码，因为继续攻啊，一攻也开机嘛，哎，开机啥？塑化拢底下坐桥，要等卖嘛，因为塑化啥融资卖了，你明仔你那个又，他融资嘛，你今天再拉他就什么放去，他就跑了啊，啊，他跑怎么样？他跑怎么样？啊，就变主力大户套牢嘛，你吃大户的豆腐嘛，吃大户的豆腐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大户就什么反手卖嘛，所以你会看到昨天塑化股融资进来，融资进来，今天开上去他故意开高，让你们再追，其他人追他就开始卖，那当初昨天没有买的今天也卖，然后杀到平盘下你就停损，你昨天去追的追到涨停的，今天杀了你就停损，停损完他再买回来。你去阿哩买，等阿哩了解无？会晓做就是啊，今仔抬落，抬落较低点买等，明仔载开盘，佮送乎你，你会看明仔载盘是安尼改。有人昨天老师阿哩改盘无？有没有人像老师这样子解盘的？今天大盘跌3点，收在17700，成交值6071，形成多空双杀盘。早上我在华视，我在三立财经台。盘中连线，盘前连线，我有没有说今天要多空双杀盘？今天成交比重最大还是在航运股啊，而且航运股就很闷了，开始在闷了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了解，这个过去航运股、原物料股一波行情，在2007年到2009年，好，历史有发生过，老师后面有时间啊，未来几天你追踪老师的节目，下礼拜老师会一一跟你解。我今天在华视的连线也有讲到，2007年到2008年航运股一波到底，
可是当他到十月份，2008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呢，见高点，跌不到一年，跌回到起涨点。钢铁股从2007年原物料行情，中国大陆、中国大陆越是都在起飞，经济刚起飞，内需需求啊，建高铁、建高速公路啊，扩大内需，原物料需求非常大，一波从2007年涨到2009年，钢铁股到2009年5月建高点之后，半年的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，跌回到起涨点。从那时候跌回来，你等了将近到现在才上来，等了13年，整整超过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也了解不？行情要怎么做？什么时候是灰姑娘？哎，十二点 ，Cinderella 要变回灰姑娘，南瓜马车要变回南瓜，马要变成老鼠。你要知道，当行情来到十一点的时候，气氛正浓厚，音乐正美妙，大家心情正嗨的时候，十二点钟声响，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十二点，因为大家都没有手表，大家都不知道未来。可是当钟声响起的时候，全部变回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要不要当王子来找到灰姑娘，找到 Cinderella， 要找那个玻璃鞋，全国找，找到五名，还了解吗？何年何日再相逢啊，就了解了。所以你在这里要特别的了解到整个行情的结构。那今天我们要操作，今天融资，因为昨天融资小减，那我在华视早上还有三立财经台连线，我就说今天多空双杀盘，所以我要不要走多空双杀盘，先抬落来，哎，抬落来做多起哩，见高点创高时看落来，啊，这两抓了，但是落来又揪起来了哈，对吧？又揪微博起来，真的多空双杀，你要走探香桃，不要走用香桃扒了，啊，我你啊了解不？那、啊、你看我们今天做有没有先做一个早上做一个短多单获利，你让老板给抬一个短空单，今天做两单，两单都胜，昨天做一单，一单胜又连胜。各位投资朋友，这就是我在做期货跟选择权跟大家讲，我六月连胜，七月延续，七月一号胜，七月二号胜，这就是探底。万波存单跟打破这高点低点，买最低卖最高，设最高的，没啦。我们都是知道今天行情该怎么做。像你看，是七月一号，我在三华视的早盘八点半左右的连线，我就说他会在盘中震荡洗盘。我讲的就是我做的，所以我大概盘中，昨天中盘中的时候呢。当行情拉起来，我就空下去，咻，他就开始杀下来，我就空下去，咻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咱了解行情的结构嘛？了解结构，咱该做，不是讲哦，我这一个什么算，每天算最高点、最低点，做点做牛，那不是一个表演啊？不对嘞，我们要知道行情结构，我们去赚什么趋势的钱。不管你这机会、这选择权能安呢，就这探趋势的钱，这就是功夫，这就是美感嘛。啊、未来行情怎么做？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融资的变化？现在今天也是去看融资的变化。大盘现在进入筹码战，这个礼拜开始进入，下个礼拜也是筹码战。那既然是筹码战，当融资大幅减少，行情就会急拉给你看；当融资大幅增加，行情就急杀给你看。那融资小涨小跌的，它就在那边洗来洗去，多空双八啦。用透过多空双八把融资啊，筹码沉淀安静，各位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你要了解到整个行情是以这样操作，所以你要怎么去当中怎么操作，你要在这里。我昨天有没有跟你写掉波段单逢低进电子股啊？我昨天讲，今天有没有做？我昨天讲，今天是不是就做了？啊，这对一支，我都要这一支，对一支，这台办的涨停呢？我有没有说到做到？说到做到，常胜将军啊，赵子龙啊，赵子龙啊，各位了解无？这行情这盘就是安尼做尔，哪有偌困难？大盘是毋是这个？小盘加权股价指数，小啦，小个小啦，
你是用多空双八，还是探机？这就是功夫啊。资金最多的还是在航运股。我就跟各位讲，最近这几天整个资金的配比已经扭曲了。资金配比扭曲，它就是要做资金的移转。当资金开始移转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新的主流就会出现。那过去的涨多的它就会做压回，因为有卖压。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的注意。所以最近七月份是一个关键月。你要不要走，你要对老师走。你要对老师走，你享受这种什么成功的快感。享受这种长胜的快感。享受连胜的快感啊。来了解。这股票就是买角就是这家。老师的功夫就是这灯给你看。真灯啊。我都在连线上给你，可以电视节目都可以去调。这种不怕都骗人。对不对？我六月份做的波段股看到没有？中鸿、东森、华龙，看到没有？华夏，各位都不愿意啊！你爱知道先怎么去连胜，积小胜为大胜，才能够去做出波段。你也买了就先套牢，你不要那叹气。是不是这样够到朋友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有兴趣跟着老师享受当冲、隔日冲、期货选择权、期现货的专家在这儿。电话叫你们 ,02239-239-88,02239-239-88。在这儿祝大家顺遂发大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